无唔对啦，丽萍姐啊，就是克泉妈妈，所以讲晴天，伊就是我的查某囝，就是当年你甲我娶走的时阵，我放你唔管的查某囝。闪开啊！你现在是甲我作动？乱个啦！这件事情我们是讲好啊，是要老花做回来。我已经给你三千啊！我连买药的钱都无够用啊！你还想要安怎？刚有要买婚姻钱嘞，扫拢你扫，钱拢要打是吧？我讲讲我白打，我直接跟你讲，这件我已经想好啊，我提一半的钱去买咱的药啊，另外一半我提去地赌。人讲查某情，生囝后，当你旺呢。我一定会对的，你赶快在这等我，按时我就把钱拿回来。啊，到时你就去你朋友遐，把弟弟接回来，咱做伙食饭，好不？弟弟都已经三岁啊，你到今嘛拢还袂吵我，这届我是绝对袂阁相信。钱的，你给我提来。我无钱，我无钱，你袂当提这钱，你莫来乱，你莫乱啊！谢鹤群。哦。在创啥？拜托姐，你查某囝哭到安尼，死人拢会精神啊！你嘛处理一下好不好？会咧哭，才会喘气啦，是要看啥啦？擦死啊！你嘛叫伊点点，无时间啦。烦死！你顶下讲有一个好野人，是要收养、收好的查甫囡仔，即马敢够有准算？我又不是算命，你问我，我哪会知啦？哎呦，无你替我问看卖嘛。好了，好。江先生，我的后生就是秀好的，这是伊的出生证明，我专工去申请的。病有当囡仔，绝对不是凊彩讲讲的。你会当检查看卖？你后生是伫亲戚厝的哦。是啊是啊。印尼、印月、印尼生，哦，这真歹呢。哎，咱讲是真好啦，大好是大歹哦，这还看是啥物人甲牵加。请问？安尼敢代表你就莫爱我后生呀？是有啥问题哦？这顶面的生辰地月，确实是你的哦。是啊。是有啥问题哦？啊，选你啦。人讲吼，不应该是你的名吼，七煞带上官，拢重生呢。啊，不过啦，女名上官好不定，一日无好事，是结案的。我名叫这歹，你是在笑啥啦？哦。这嘛是爱看人啦，我也命家吼，拜正官，上官见官，刚好会当把迄个上官吼，不利的变成有利。会变有利哦？敢有影？因为我是佛经第加金命，你等于讲吼，迄是土当金台。刚好需要你这个临归水来给我顺旺，你的八字哦，完完全全是合我的命格，会当讲是我找找真久，一定伊的命，一定伊的命。那呢？那呢哦，我唔拿，免你爱用你后生，嘛袂得你爱做我的母。你母阿囝的话我一定是顺风顺水，嘿，
以后恁就唔免烦恼食穿啦。以后恁囝，啊不，应该讲是咱囝，我一定给伊一个真好的环境，佮资源。我嘛甲当作家己亲生囝来看待。家里点头。我原本只是想要请恁娘用我好势，想袂到你佮要娶我。这拢命中注定的。妹，嗯，一句话。妹，啊，不过我佮有一个拄出世无偌久的查某囝，伊即马住伫我暂时住的所在，我敢会当顺手甲伊带过来。哎，我敢要伫你甲恁囝啦，查某囡仔对我来讲无路用啊。啊，拜托一个啦，你遮尔有钱，给饲一个囝屁，应该无差吧？这毋是。饲得起，饲袂起的问题啦。查某囡仔对我来讲也无路用啦。我后壁一个无路用的物件，对吧？我几费心的嘞。但讲哦，我袂逼你啦。家家哦，我去找别人。而且我甲你提醒啊，这是你甲恁后生唯一会当翻身的机会，也是考虑一下啦。若是放弃，我这世人永远就安尼啊！非得囡仔谢克群冒婚，伊家己啊想办法。好，就照你讲的，我甲弟弟拢对你。伊当初我这尔细汉，根本都袂晓想，嘛无想遐尔啊多。我干那想讲。会当有一嘴饭头好食，会当卖逐天过迄款要找钱的生活都好啊！你的条件遮尔好，凑巧若是对你，都会当有好的生活，我当然马上就答应啊！啊，你即摆是咧哭啥？我哭是因为我对不起晴天，这二十几年来。我不是拢伫咧想我迄个无下查某囝，唔知伊今嘛过了好无？敢有食好饱？敢有穿好烧？敢会想着我这个妈妈？我真正足后悔，我过去是我这尔想甲伊等啥？那是我心内疼的。这世间哦。无后悔药啊，通我吃啦！既然迄个时阵你选择的，要我为我这边来，你就要照聘照行，千万唔通把你对迄个囡仔的亏欠，哦，讲出去，乖乖藏在心内就好啊。我知影，我只是……你唔当袂记的，当年咱有约束。我甲超强当作家己亲生囡仔，伊对我姓江，敢讲你要让伊知影伊亲生老爸是一个毁了毒虫，因老母是一个要甲卖掉的傲查某。我唔是，你唔是，你唔是哦。啊，即马讲唔知咧倒一个路边哦，过迄种有一顿无一顿。连超强也叫看不起的日子，亲像你这种什么都不晓的查某，干那拖累囡仔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头前等你的母爱？你哪会当安尼讲我？较早你嘛算真过呢，你嘛知影讲迄款无钱的日子，干了有偌艰苦。阮大人会看你以后，不过囡仔无法度。我一个查某人，过一个囡仔，过一出去外口找钱。伊当阵过去，当然要吃大扒条尔。我讲过其他选择，所以选择袂囝。当年我只是想要看超强爷出身证明尔，拄好看到你的资料，我随算一下，发现哦，你的背离跟我真合，我唔只会连嘛顺续娶走。你是为袂囝，才崩着你囝富贵尔。你刚才一直在跟我讲个这些废话哟！是我让你的日子过了受苦，才让你受空受慌，看自己查某囝，袂记家己
以前做的谣言大啊！我搁甲你提醒一届哦，当初我甲你阿靠超强抓走，一定是救恁查某囝，啊若无恁钱嘛开了了，下面哦可以找门路卖查某囝。谢克群甲你这款人哦，囡仔乌白生七彩眉。你别讲讲啊！别讲讲啊！别讲讲啊！今天就要结婚啦。虽然讲我这个妈妈无法度甲伊相认、送伊出嫁，想无嘛会当替伊准备只金仔，予伊挂伫个身躯顶，我倒会当感觉我敢若随时拢陪在伊个身躯边同款。甘夫人，今天那也才拄好，直接拄着你哈。我老就住伫遮，啊，你来找阿妈开讲哦。啊，唔是啦，啊今日哦去恁家做好命无？时间太过赶，未付穿礼物啦，所以讲吼，我又搁特别去买一项礼物要送予你。来，你甲收落来。这是，就一挂金仔啦，啊，你结婚的时阵嘛会当用得着啊。高夫人，这太贵重啊，我袂当收，而且这我阿妈嘛会替我准备，多谢你的好意。你就当作是我对你这个查某囝的心意。你给收下来啦！哈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今日去恁家做好命簿，让我感觉，我敢若是恁妈妈同款，想要给你祝福，所以讲，我才会敬过一年，一定要好好对待你。甘夫人，你真正足疼惜先生的，你若是有查某囝，你一定足幸福的。人都拢讲歹势是我啦，啊！你手骨牵条条，你是怎尼欠查某囝？等等诶，你真正手无礼貌诶呢，徛咧边仔偷听人讲话哦。这公共场所，这嘛毋是恁家，你家己讲话遐尼啊大声，搁讲人偷听你讲话。啊！你要走就紧走，搁徛咧遐，毋是偷听是啥？我送礼要来朱丽萍，我要祝福晴天要嫁，你是咧讲啥？嘿啦嘿啦，安怎拢是别人唔对，你家己拢对。一支嘴只敖讲，无怪丽萍姐也离开你。你讲啥？别讲。江夫人，恁两个莫为着我起冲突啦，无先去饮一杯茶好不好？哎呦，原来恁两个是伫个楼骹拄着的哦。我想讲奇怪，恁来小酒做伙过。嗯，我无遮尼啊好运啦，丽萍姐啊，阮这合作吼，冤家路头下。所以我咧讲哦，人生海海啊，一见诶报喜，两见报死啊。所以你我毋知影讲啊，后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去拄到什么牛头马面，衰尾道人啊。所以啊，好我珍惜当下，才是上实在。想甲你穿牛头马面啊！我敢有讲你？哎呦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！哎，今仔大家拢是来祝贺晴天啊，对吧？哈，是讲秀兰啊！哎呦，你那条遮客气啦！啊，你愿意做这两个囡仔婚礼好命簿，我着足感激啊！安尼通阁专工作去买礼物来送伊，安尼哦，足歹势呢。阿多吼，哎。煞毋知影母飞鸿啊，病啊久，飞鸿鸿身体恢复啊，头壳还阁无清楚，才去请着伊啊。今仔是我来做主啊，我绝对会去找一个，不管是生囝是饲囝，拢是普罗级的哦，来做好命簿。等等诶，你嘛想过看鸟无点啊吧？我是倒位咧无够格哈。啊，人拢讲好命簿是喜簿，最后就是要传到福气哦，一对新人，至少啊。爱福禄寿三全啊！啊，上无就是爱婚姻和睦啊，啊无就是爱五代同堂啊，有后生有查某囝。啊，那你家家就是三代同堂啊。啊，若讲婚姻和睦，我嘛不看到。啊，那后生哦，一直到今嘛是独独一个查某囝，你无呢？